个cuti sapa的环节。然后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呢？今天我们要去巴巴，还有这个Kinaru啦。其实到Kinaru只是来看看这一个亲戚的家，然后我们就前往巴巴走马看花，吃吃喝喝。哇，这个就是我们这样子来采我们的红毛丹。这个不潘伯调的路吗？那边。好哦，balik papa tanam jagung哦。今天就来到了这间。好了，今天我们就到了这一间 Asoka Cafe and Gallery， 然后位于哪里？就是就在这一个巴巴的火车站的前面啦。然后就有一个 food court， food court 里面在一进的时候就是右边角落的这一间 Asoka Cafe and Gallery， 所以我们等一下再来看我们有些什么东西吃哦。刚才呢，我们已经是点了这一个 Mango Lassi。它是有这一个 yogurt 还有 mango 打成的一个饮料，然后它的味道呢就是很香哦，它的芒果。还有另外一个，其实我们还有点到一个葡萄的 yogurt drink 啦。我姐姐比较喜欢葡萄的。好了，等一下我们再来看我们的美食片哦。我们第一个先试的就是这一个 spicy black pepper hot dog， 他们这里呢只是 serve 这一个 chicken， 然后是没有牛肉的，所以我们现在开动哦。OK， 来，第一个我差点忘记了，就是要给你们看。看得到吗？嘟嘟嘟！啊，它的沙拉刚才我们有吃了一点，所以就可能小一点点了。张切，张切，张切，都可以切一半。好。这里的 spicy hot dog 呢，只有加这一个大葱。好了，你要哪的一个？好，我们就来试一下。其实做美食专辑的话是蛮简单，而且没有什么复杂。好的。我们有这一个。我们还有，我们跟我们的父母一起来，还有跟亲戚、安卡、安迪。salad 呢就有这一个，我试到是有苹果，有葡萄，还有什么嘞？你有试到吗？应该是苹果跟葡萄。苹果跟葡萄，还有 salad 酱。
我每一次看到大葱的时候啊，我就想起我以前小的时候，我很爱吃大葱，甚至吃到我还发高烧。好、啊。因为那个大葱太好吃了，就跟我的这一个凉拌的鸡，然后有很多很多大葱，就是那个大葱太香了，我吃太多，吃到发烧。真的。到了我们这一个第二样，就是 garlic bread 啦，一套的有三粒在里面。这一个、是属于一个网红面包的款式哦。所以这一边是有三个味道，这个是蛋的，这个是 cheese 的，然后这一个是试一下。哦，这个是 cheese garlic， 这一个也是 cheese 的，是一片的 cheese 的，是属于像 original 的。嗯，我们从蛋的开始吧。没有给他们看整个骨头。有的，我怕它跌下来。我的小助理哦的手。小助理说：“为什么没有 show 给大家看？”好了，切掉哈。加 bread， 加面包哦。这一个是不只是 cheese， 还有包树跟兔奶。那个我要留最后。好了，我试这一个包树的先。包树就是玉米哦。其实它小小份这样哦，它就比较属于刚刚好饱，也不会讲超饱的感觉。然后我们来到这里呢，它的环境是蛮舒服的，就是属于一个很嬉皮风的一个 cafe， 在一个小镇里面是蛮特别的啦。如果是说会不会再回来，其实是会的，而且相比雅比的话就比较普通的一些咖啡咯。好，它的名字呢，它这一个鸡肉的扒需要我们 pre-order 先，它的名称是叫做 Italian Grilled Chicken， 所以 before 来这里呢，我们需要通知他们。我们开动。它的分量大家看到吗？这一个是整个全鸡腿。还有一片面包，还有这一个 salad。我们来这里其实是小镇旅游。这个就是巴巴的巴萨，然后这一边它的小镇是一直都是这样子的。这个就是巴巴的小镇的一个特色啦。我们现在就在这一个巴巴的 town， 然后这一边是属于一个老店的糕点啊，男性茶室。噔噔噔，这个豆沙我的妈妈说是很好吃的，它里面是有那一个豆沙的。
它的那个漆切了过后就这样这样了啦，看得到吗？这一个。往前面一点哦，可以看得到那一个小的档子啦。伯哥，你有开没？还是在那一个草地上面？刚才有看到有一间的哦。什么名字？我们沙巴的水果啦，这个是全部的。这个是三种，这是我们这里的一个虫子，我们的沙库虫。那，不得，一定不得，哥们。奶奶，看到吗？这个就是我们的沙库虫，它其实它。很干净的，因为它只是吃，它是吃素的，因为它是吃沙菇，沙菇素里面的一个虫子。我吃过，它的味道是有一点像椰子的味道，那它要跑掉。我们的巴巴之旅就到此结束啦。好啦，如果喜欢的话，记得分享我的频道，还有按赞订阅。我们下次再见，拜拜。